诸位同修，诸位同学，少忧少恼少病安乐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丈。我们想想看，出家怎么孝养父母？出家人修行正果，就是孝养父母。你没有修好，你没有开悟，你没有正果，你对不起父母。所以这个孝养理念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广大。我们不但要孝养父母之身，父母的身体我们要照顾到，生活起居要照顾到，这些呢是物质的生活。除了物质生活之外，最重要的精神生活要叫父母生活的喜乐。物质上样样都照顾了，但是父母心里有忧虑常常担心，这个不孝。怎么样能叫父母喜乐安乐呢？那这个因素就很多了。我们举个最浅显的例子。兄弟要和睦，父母欢喜。兄弟不和，父母伤心忧虑。兄弟和了，妯娌不和，父母又担心了。换句话说，一家老少和睦父母才欢喜这是家里一个家庭没有问题了。那么你不能一天到晚在家里你总要踏出社会去工作你出社会工作了你在公司上班你跟老板不和这父母又担心你在公司里面跟一些同事不能和睦，这也担心父母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所以你才明了，不但家和，社会要和谐，国家要和谐，天下要太平，这父母才欢喜。我们能做到吗？这都要尽心尽力向这个目标去做。这个孝不是单纯说我们父母照顾到就行了。不是只有这样。这只是事项上。事项上使父母没有忧虑了。另外呢，精神上你的道德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增进？你的学术技能是不是一天比一天进步？
不进则退，退父母又牵挂啊，又忧虑了啊，所以这些通通都在孝道里面。然后才知道这个孝道包括我们生活的全部啊，不是只有一部分，是全部。全部那一定包括虚空法界、过去、未来，这才是全部。所以我们看我们中国的文字，孝这个字啊，这个字造得很好啊，在我们中国这个造字有六个原则，叫做六书。孝这个字呢，是属于会意。会意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符号、这个字，想到它的意思，体会它的意思。啊，我们看孝这个字，上面老字，下面子。啊，现代人呢，所谓代沟，代沟是什么呢？代沟就是不孝，孝就没有了，这个字没有代沟。那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老跟子要合在一起，合起来才是孝，是一不是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呢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没有代沟，这才叫尽孝。所以这个孝字真正做到圆满了，做到究竟了，只有一个人，在十法界里面成佛才能做到，才能做到圆满，才能做到究竟。为什么呢？等觉菩萨准佛了啊，准备成佛了，还差一点点啊，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放下，没破净。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孝道还有一点缺陷，还不圆满。所以这个孝道做到圆满是成佛啊，所以我们出家在家学佛也一样啊，我们的道业一天比一天清净，烦恼一天比一天少啊，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这是尽孝啊。何况有一句话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这是不是真的呢？是真的。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的儿孙当中
有一个做佛了。他的儿孙做佛，他自己没有做佛，没有成佛。为什么呢？成佛做佛要自己修。佛的功德不能分给你，但是福德可以分给你。佛有无上的福德。一听说你是哪一尊佛的父母，那还得了？诸天鬼神都恭敬，他就得这个福报。所以纵然都在恶道，这个恶道里面，阎罗王也恭敬他，不敢把他放在恶道，请他到天上去享福。天上到哪一层天呢？到刀立天。刀立天再往上去不行了，在上面是什么呢？在上面要有修行的功夫。你没有功夫，你只有福报，最高只能到刀立天。四王天刀立天再往上去一定要修定。前面我们就讲过的未到定。你虽然修定，但是没有修成功。他有定，也就是说他的心地比一般人要清净，这才能往上提升。自己完全没有功夫，只凭福报，那只能到刀立天。这就是我们俗话所讲的沾光。是这么一回事。由此可知，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不能够尽心尽力，常常犯过错，这全都是不孝。所以这个范围包括的非常的广大。这个字如果用佛法的观点来看呢，那就是经典上所讲的大种持法门。种持就是纲领，最重要的纲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说什么呢？如果用我们中国字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一个孝字。十方三世诸佛所说都不出这个字的范围。所有一切经教法门是这一个字圆满的相状。所以把它摆在第一句。孝养父母。这个是大根大本。从这里下手。到最后圆满还是孝道的圆满。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始终不离孝道。第二句，奉事师长。奉是依教奉行。简单的讲呢，就是要信老师。
真正的善知识是师长啊，要把师长所教导的我们通通做到。奉事，事就是成事啊，师长对我们有恩，有什么恩呢？恩同父母啊，所以对于师长的孝敬也跟对父母一样啊。现在这个观念呢、淡薄了，几乎没有了。事像仪轨也见不到了。从前这个学生呢，在学校不听老师的教导，父母上进，那就是大不孝。做老师的如果不能把学生教好，那他不孝，他没有尽到孝道啊。现在跟大家讲这些事情啊，就跟讲故事一样，从前确实是如此啊，现在没有了。为什么过去学世间的学问乃至于佛法能有成就，而且成就的人多，现在为什么很少？因为古时候的人有根基。有什么根基呢？有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的根基。现在的教育这些通通没有了啊，连老师自己，连父母自己，通通不知道。啊，老师父母都不知道，都没学过，那怎么可能教小孩呢？啊，过去我们的上一辈，啊，甚至上上一辈啊，那个时候读书啊，有的人还读过私塾啊，以后就改成小学了啊，才有学校的设立啊，早年没有学校啊，大概七八十年前还有私塾啊。那么上课呢，在祠堂啊，一般大概学生啊只有二三十个人啊，一个老师教学啊，小孩六七岁了啊，要上学了。第一天上学啊，父母带了很多的礼物啊，带礼物做什么呢？供养老师啊，进了学堂见到老师，先到礼堂啊，见了老师之后到礼堂，到礼堂做什么呢？礼堂里面供奉着大乘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先在孔夫子牌位前面三跪九叩首，行最敬礼啊，家长在前面啊，小孩跟着在后面，先拜孔老夫子。
孔老师夫子拜完之后，恭请老师上座，父母一样在前面，啊，小孩在后面，向老师行最敬礼，也是三跪九叩首。这个礼节多隆重啊！为什么要这么隆重呢？第一个，代表父母深切的期望，把小孩慎重的托付给老师，那希望老师认真严格的教导。第二，上课第一天就给小孩深深种下尊师重道的种子。什么种子呢？连父母都如此尊重老师，尊重教学。小孩就学下来了，就深深记在他的小脑袋里面，然后就在小孩心里种下这么深刻重要的观念，那让他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么老师接受家长这么隆重的礼节恭敬，那不认真教导这个学生怎么对得起人啊？如果不认真教这个小孩，他会受良心的责备。那家长诚心诚意，用最恭敬的礼节心情把儿女托付给你，啊，所以老师管教就很严格。啊，小孩不听话，老师有打有骂。光秀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之创立，传承依循十三祖印光大师敦伦敬奋信愿念佛之遗训，客尊导师上敬下恭老和尚，其弟子上部下广住持之弘法道场。本会会训一，讲经弘法，净化人心；二，持名念佛，当身成就；三，兴办文化慈善佛事，以利道德而善风俗。古德云：“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之理念，筹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光寿山坐落在台中太平悠悠云山中，沉云观音之圣地，愿景续建如佛讲堂、长照中心、有机农场等，引导大家修心养性，内而佛外而儒之修学方向，引逗善因，未来还有个无有众苦、但受诸恶之圆满归去之敬业养成圣地。
秀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至诚敬邀十方坛月大德踊跃发心护持，福慧双修，共同完成千秋盛举，功不唐捐。洽询电话04-2291-3567，护持账号邮政划拨账号22703567。